我跟我师父两个喝通宵都没有事儿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就是我哥哥来了，我只想跟他说，我很努力，而且我跟我的兄弟们带来很多欢乐，只是哥哥你时间很少，你没有时间看。我很愿意跟我兄弟们去带来一些欢乐，我让他们觉得我一个财主播变成一个逗逼主播，这种变化是很难的。然后我抛弃妻子，我媳妇儿天天都说，我媳妇儿天天都说你回来，我都不愿意回来。有时候我为了我的那些兄弟们，我连家都不要了。我说一些傻逼，真的真的傻逼啊！我到处跑，到处跑，我就是为了让我得养这个家，让我媳妇儿能吃饱啊，让我妈妈我爸爸身体不好，让他们去偷，就是那种真的好累啊。但是我不能跟他们说，我只能说我喝多了，我就一场逼，我就愿意他们全国跑，让我放松一下，我去见一下啊。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我不愿意去说我啊，说我有多努力，我这人不愿意说的东西，努不努力谁又不是傻逼，看得出来啊。我不想去矫情了，就那么简单。我想唱一首歌，再唱一首，我再唱一首，唱的好没好并不重要啊。男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，就是个弟弟，感谢。一首感谢，感谢我在场的每位兄弟们，你们刷出的每一个棒棒糖，刷出的每一份礼物，都是我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走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动力。谢谢你们。在这个摇本摇背后，在这华丽舞台前头，一路走来很久很久，有你陪伴，有你守候，最舍不得与你分手，最舍不得让你泪流，这次相聚铭记心头，今后的路要长漫。